我也创了个号，运气不错，抽到了全服唯一隐藏值，全服唯一圣品提质，全服唯一传说任务，还有全服……等等，你充了多少钱啊？ 氪金300亿，你这运气还真是全品超能力啊！少爷想要的，小爷都会满足。这是身为女仆的真正。不听话的孩子，暂时帮你们学学秘法。 走吧，一阁全员集结，准备团战。